早晨，早晨，早晨，各位，欢迎收睇下星期二早上嘅开市睇真啲啦。啊，过完个 long weekend 翻嚟喎 ，Leo， 真系唔想翻工。咦，你剪咗新发型喎？系啊，系啊，几好睇喎、啊。长得滞啊，所以就要剪一剪。OK， 哇，有啲好热啊，依排韩星嗰只 feel。系依排睇Mirror Girl 睇得多得滞。即係俾佢，估唔到啊！感染咗，係啊！啲女士都好中意啊！啊，咁OK啊！今日就過完 long weekend 翻嚟咧，就要嚇重新投入翻個生活啦，同工作啦，個股市啦嚇。咁啊，就各位早晨啦，見到正南喺度啦，係啦 ，Martin 啦 ，Louis 啦 ，Yvonne 啦 ，Peter 啦。如子飛啦，早晨啊，各位，咁啊，記住啦，入到嚟咧就唔好淨係自己睇、嗯，開心 share 下我哋個節目先嚇，咁亦都係要 share 我哋嘅Up TV 嘅財經頻道啦。咁啊就share 俾你個朋友啦 ，subscribe 啦嚇，咁啊同埋咧就同我哋有多啲互動啊，喺度留言啊，咁我哋有啲股票上嘅問題咧，咁啊盡我哋能力咧係為大家解答嘅咁、嗯。好，咁啊就事不宜遲啦，同大家都睇下即係尋晚個美股嘅表現啦嚇。咁啊雖然尋日端午節、嗯、有冇遊龍舟水嗰啲啊？你食粽啊？遊江水又有。遊江水啊？咁點啊？贏定輸啊？又梗係贏啦！犀利啊！犀利啊！係我通常都輸嘅，係咪、啊？我唔因為其實我唔識打麻雀嘅。哦，我都係學咗半年嘅，梗係贏喎！但係你即係。哦、因為 quarantine 所以你所以好多人打牌嘛，學咗而家係啊。哦 ，OK， 我都諗過想學嘅，成日我 friend 話你學啦，你學啦，我話得啦，唔使啦，我喺隔離斟茶遞水就得。咁啊，係啊，有排斟啊，斟幾個鐘。係啊，咁樣我自己喺隔離咪開住部卡拉 OK 度唱，係咪啊？係啊，逼佢哋喺度坐喺度聽我唱歌咁咯。咁、我自己就唔識玩嘅。不過我覺得係尋日端午節嘅時間咧，大家應該都可能真係冇乜點樣理嘅市況。咁、原來尋晚個美股其實。個納指同埋標指相當之唔錯，係啦，咁咧就再創呢一個嘅收市新高嘅嚇，咁啊事關咧就係因為今晚開始嘅啦，咁啊聯儲局咧一連兩晚嘅兩日嘅議息啦，咁啊議息前就見到個債息咧就係止跌回升啊，咁啊所以見到個道指咧曾經咧係跌過咧係268點，低見過咧係34211點嘅，但係收市嘅時間個跌幅咧就顯著收窄翻啦，咁就跌85點，但係調翻。科技股為主的納指另外還有標指就齊齊創了收市新高、其中一些傳統類的科技股大隻，我哋嗰陣時好興講呢一個嘅AANG 啊嗰啲 fat 股咁樣啦，咁啊蘋果咧又再升翻啦嚇，升成超過2%啊，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呢一個嘅標指方面咧，上星期錄得呢一個嘅記錄高位之後啦，咁曾經有少少回吐完之後咧又再破頂嚇，咁啊全日高見過咧係4255點嘅，咁啊以呢個收市嘅整數點嚟計咧係。到4255點咁樣，咁啊就加密貨幣一個係啦，呢、這個 Bitcoin 咧又重上翻$40,000咯喎，係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嗰啲幣股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即係1357啊。係啦，嗰啲啦，咁跟住之後，一六咩？一六一一啦，係啦，一四九九啦，呢啲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就升咗成12%咁多，去到$41,000嘅，創超過兩個星期嘅新高啦。咁啊，另外咧。呢、這個嘅 Tesla 嘅創辦人啦，嚇 Elon Musk 啦，咁啊就星期日就話啊，如果能夠證實呢一個 Bitcoin 採用比較清潔嘅能源進行挖礦嘅話咧，咁佢咧就會重新接受咧用呢一個加密貨幣嚟付款喎，即係神有佢，鬼有佢啊！係啊，這個潔淨能源包唔包括核能咧？我都相信是即是卡五算是啦，是啊，很多人都說絕對是啦，是危險一點啫。都而家我哋就深切咁感受到嗰個危險啦，係啊，好好驚啊嘛，隨時一個睇下會唔會影響到股市啦，呢啲咁嘅消息。但係好似話改變咗，即係搬咗龍門之後，安全翻嘛，依個地球。是嗎？是啊，我從來都不覺得這個地球安 全我經常都覺得末日將會到來，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我有生之年見到的，希望不是啦，希望不是啦，過了 幾十年先是啦，希望等我走了 先再算啦，過了100多年。 Elon Musk 其實這個怎麼說呢，算不算一個財演呢？他都不算，因為他耗很多貨，我
覺得佢唔係。冇錯冇錯冇錯，即係佢，我真係覺得佢真係係白卡咯，又一個白卡咯，即係咩都佢講曬咯。但係衰就衰在佢咩啊？有影響力啊嘛。唔係，係啊，白卡但係有人聽。係啦。係啦。真係。就大鑊啦。唔係真係當佢傻嘅，或者 ignore 佢啊嘛，冇噶。而且佢又真係學你話齋，手上揸持有唔少貨啦。係啊，玩曬啊！嗰時係話唔知送阿媽禮物。是用係送呢、這個即係用 Bitcoin 定用另外一隻幣噶嘛？九九幣，九九幣啊，好似係係啊，即係佢係會咁，佢又講到佢自己會係買，咁究竟係咪有買冇買，我就真係唔知嘅喎。冇計啊，即係不斷宣傳啊，勁過我哋啊！壓咗啲價落嚟啦，見到 Bitcoin 大跌完之後咧，佢係鬧咗底，然後而家又唱翻好，又沽俾你個兩個月，唉，咁真係大鑊。真係俾玩死啊！咁所以咁其實咁變咗呢一種嘅投資工具會增加，即係會有風險咯，人為風險咯，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要買呢一種嘅資產嘅時候，你要留意翻，要計算埋呢一個風險在內咯。因為波幅實在太大啊，但係冇計開始真係普及，即係好似其實成日都講啦，係唔係一個潮流，係一個趨勢。咁啊，去到依個咁嘅位置，連啲國家都話要用 Bitcoin 做去。法定貨幣的話，其實嚟緊個 trade 啊，即係攞crypto 嚟做一個等價交易啊，或者買武器，武器又可以變翻現金，令到虛擬世界嗰NFT 啊，嗰啲咁嘅 trade 咧越嚟越多，咁其實真係避免唔到。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係啊，咁就我在我嚟講，其實呢排我都 keep 住同大家講，即係都唔係呢排嘅啦，即係其實由舊年年尾咧，即係 Bitcoin 嗰個走勢咧已經出咗嚟嘅時間，同埋你係見到，即係其實你唔好話淨係Tesla 佢哋啦，即係 Elon Musk 啦，即係其實你見有好多PayPal 啊、Square 啊佢哋，佢哋都開始增加翻呢一個crypto， 主要係 Bitcoin 啦。嗰、那個嘅資產啊，咁又買，即係有一定嘅，即係你正常一間上市公司，或者係甚至係上市嘅科技公司，點解佢哋會有咁樣嘅部署咧？咁你可想而知啦，即係佢可用佢咁多錢，佢買乜都得㗎。其實咁點解佢會揀呢一種資產嚟買呢？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咧都應該咧係要買翻啲 Bitcoin 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你要承受風險，咁你咪少注咯，即係叫做有先咯。你有第一注，你買股票你都即係你未從來未買過股票，開完個 account 嘅時候，你都揾少少嘢坐下。買翻兩手啊，係啊，你可能坐，如果你買中咗三個幾嗰陣時候 IPO 買咗騰訊，哇！你坐到依家係咪好開心先？係根本唔使開心啊，去咗唔知世事啊定。系咯，等死啊！即系唔需要搞咁多嘢啦。咁所以我觉得因为有啲嘢真系你想象唔到嘅，即系无论呢一个嘅经济环境啦，系啦，即系政治环境啦，吓社会环境啦，即系嗰个步速同埋演变咧，实在太快啦。系啦，咁所以有啲嘢你系想象唔到，冇想象过嘅。咩叫做即系？即係突破性咩破壞性創新咁樣呢啲咁樣嘅名詞啊，點樣破壞得嚟又可以創新到咧？咁樣即係我哋完全係想象以外嘅事，咁所以可以做定一啲部署咯。咁係一啲前瞻性嘅部署嚟嘅，係啦。好咁啊，另外咧就香港呢邊睇翻先，哇！只天使好勁喎，係啊，真係好勁啊，超夠2078倍，哇！中籤率得1.5%，我。印象中佢好似真係其中一隻比較勁啊，最低中籤率嘅。係啊，喂，咁我覺得中咧中到嘅話，大家可以不妨去。我哋 group 有冇人中咧？真係想問下，係有，恭喜你啦。係咯，即係中到幾？我諗都真係，就算中到都唔會多咯。係啊，一手有34,000啦，佢而家173,000定價上限定價，咁啊集27億啊。咁啊，如果用埋個。六鞋咧，咁啊就多15%，咁啊依個睇下佢需唔需要護盤啊，或者需唔需要集多少少。咁啊，另外一 part 就算你係越早啊尾啊，都最多係30隻。係。咁其實咧就係啲披繩食曬。咁啊，條街冇乜貨。係啦，咁啊小心啲啦。咁啊，唯一一個可以估諗嘅事就係披繩啦。係。嗰度有10多億。
錢嘅，但係呢啲嘢太細啊，所以一開都27億嘅啫，佢集都係。係啊，可能一開已經倍幾兩倍啦。咁啊，當然啦，之前我都嗌大家小心啦。如果抽到咧，一開波咧，唔好暗盤，可能真係未必暗盤沽啦。聽日朝頭早一彈上去咧，等一等，睇下可唔可以高位高少少位食啊？暗盤再。暗盤買都應該仲有水位嘅上去，暗盤買應該可以再高多30%、40%。哇，咁多！係啦，但係自己衡量風險啦。當然，講咗 pacing 有10多億啊。係。咁啊，有啲我驚係會有啲似只10241啫。係。係啦，都係好 hit 咁啊，好散咁啊，一嘢推高，跟住就沽落嚟啦。是但其實論個市值，即係兩隻嘢又好唔同嘅喎。其實係唔同的，所以只天使我自己覺得玩法應該大致上係咁樣咯。係啊。OK， 喂，明白曬。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嚇，可能真係嗱，恭喜你先。有貨恭喜你。有貨恭喜你，係咯。因為食其實2000萬先至可以攞到一手嘅。係啊，係啊，舒適啊，有唔升翻咁多真係。輸死啊！真係，咁如果白表，你完全係真係攞真金白銀去就咁抽都抽得中嘅，咁咪就真係超恭喜你！我覺得你應該去，如果有打針嘅，順便去抽埋樓啦。係啊，咁好運，應該 OK 啊，係咪？好似今日截止啊！哦，打針啊，係啊，打針喺抽樓嗰度。我唔怪之，我有啲 friend 依幾日打咗啦，已經係啊，真係真係諗住。信個扁抽埋獎。係啊，既然係咪都打啦？佢覺得。400多、1000多萬喎，陳亮。係啊，我都想打。真係，我都準，我都 book 定時間啦。我係因為啊，呢排好呢六月比較忙啲。係。如果係嘅話，我諗住啊，準備7月要打噶啦。嗯。因為即係全球都搶針，嗱，我唔喺度谷針啊，我唔會幫政府谷針啊。係。咁但係我係覺得，因為見全球都搶緊針啊嘛，即係世衞都走咗出嚟啊。咁但係你見嗰啲即係 G7 嗰啲都俾人哋鬧，樂施會都鬧佢啦，即係話點解你唔攞啲針出嚟俾人哋打啊咁？咁所以啱啱又聽到話台灣朋友嗰邊都係即係咁 book 打針都 book 極都打唔到，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從一個環球嘅視野去睇咧，喂個個都係要。即係搶針嘅時候，我係咪應該要打咧？咁樣係啊，咁當然要徵詢過你哋嚇啲家庭醫生啊，係啊嘅意見啦、啊，咁樣嚇呢，純粹係我個人睇法啫。嗯、好咁啊，就另外咧就個別股份305啦，係係啊，咁啊305咧就依家咧。今日咧就有一個消息，就係就住個新能源物流車訂立一個合作協議嘅，係啦。咁啊，旗下50工業啦，同埋豐網集采咧，就可能進行嘅集中採購合作項目咧，達成咗一個戰略協議嘅。咁就會搞啲咩咧？雙方咧就會共同推動一個新能源物流車。在快遞行業啊，即係其實即係順豐嗰啲 friend 啦，係咪嘅普及應用啦咁，咁啊去到咧就希望咧去到2022年嘅12月31日前咧完成集采中心嘅平台車輛銷售，去到10000台嘅。嗯，係啦，咁啊嗱，暫時嚟講咧就9:03啦，咁啊 AO 前嗰個表現咧就升緊6% 啊嚇，咁啊就mark 係咁 mark 啦。咁啊，依家咧就做緊2.1%嘅。不過我記得Leo 你好像都麻麻地呢一隻嘅，係咪汽車股？其實都玩咗牌嘅，未就係咯。你之前玩過低位嗰陣時跌咗上嚟，跟住沽曬。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有新嘅合作協議咧，基本即係從基本面已經改變咗，係已經改變咗佢基本面啦。咁就要重新去估算過佢嘅價值，或者仲有冇得炒啦？咁喺而家依位咧，講緊由10多億市值咧，炒完啦，回翻落嚟咧，都仲有70億市值。咁另外一 part 就係要估算翻啦。始終電動車啊，都係未來一個大嘅趨勢啊。咁佢會唔會有力再繼續行翻高啲咧？咁我覺得都應該有可能會嘅。咁睇下依個305啊，今日依個咁嘅 MOU 會唔會有一個正面作用啦？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吸唔吸引到錢啊，流入去去繼續托起個股價。咁依樣嘢就真係要好睇翻成交啦。咁最近比較成交多啲嘅，講緊都係。上星期三啊，咁啊，
有成上個星期二有成1亿钱咁啊，擺入去嘅，即係買咗股票度。咁啊，睇下會唔會 keep 住有錢入啦。如果有錢入嘅話，應該可以再炒高啲嘢。嗯，好啊。呢啲咁嘅 size 真係好睇錢。係。係啊。即係資金流。基本上咩 size 都睇錢。要係啦，要湧，要睇佢有幾湧入去。係啦，係啦。係啦，同埋有浸，我記得都啲北水係中意佢嘅。就係依浸咯。係啊。就係依浸咯。啲北水都即係就係可能中意佢之前所講嗰個 concept 咯。係啊，同埋真係炒得快啊嘛，其實升咧就有人跟㗎啦。嗯。如果佢打橫繼續咁行咧，即係難啲啊，除非有內幕消息啦。如果唔係。係咯，點跑上去？吸引唔到人。水真不嬲好聰明，即係佢都係自己跟，即係佢話跟你一針啫。係啊，係啊，你一回佢走得快過你㗎啦。因為點解盤細啊嘛，即係佢可能買3-4亿，兜嘢啊10亿 turnover， 沽 Q 曬你，跟住唔喐或者冇錢托，即係咪回咯？嗯，回到邊個位？咁啊，你唔知。但係所有股票升咗上嚟咧，得兩樣嘢啫。咁你去到。高啲位你咪睇下之前本身暗手嗰班係咪已經散曬貨咯？如果係嘅話，其實隻嘢又要儲過，咁佢你又要估佢賺咗幾千夠唔夠儲翻手貨，即係夠唔夠低位吸納啦？依啲嘢就要睇個即係依啲咁嘅 size 或者依咁嘅細 cap 股票嘅炒法就真係好睇個。倉嘅流動性係啊，所以大家要及住咯 ，Seekers 咯。不過 Seekers 就始終都係 T 加二嚇，所以真係慢啲嘅，慢啲嘅咁樣。咁所以就及住我哋啲朋友仔，我哋呢度嘅主持，我哋講開呢只股票嘅時候，咦，我哋有冇留意到有啲咁樣嘅異動喺度啦嚇，資金上面嚇，咁所以就睇曬我哋節目啦。另外咧，另一隻車股2333都有啦嚇，即係長城汽車有消息嘅。咁就話說泰國嗰邊咧嘅工廠咧就月初就正式投產啦。咁咧就係繼俄羅斯工廠之後嘅第二間海外嘅全工藝整車製造廠啦。咁就話佢個生產力咧就嘅汽車有六成咧都會喺泰國本土銷售嘅，其餘40%咧就會喺海外市場嘅咁啊。其實咧就見到長城其實呢輪跟住1211啊嚇175啊咁樣都有咧個嘅五月嗰陣時候啦，五月中嘅時候低位咧都出現一個反彈㗎啦，都升翻唔少㗎啦。咁啊，好似只長城咁樣，即係相對起你話咩東風啊成咁咧。佢個走勢都算係唔錯嘅，雖然之前係難玩嘅，係啦，都幾挫下嘅。咁但係見到佢17.5呢啲位咧，都有翻啲支持之後咧，就開始上翻嚟。咁啊，而家推進緊啦，向住呢個25蚊，亦都準備咧，都想補埋咧較早前嗰個裂口啦，都爭少少嘅啫。上次嗰個低位就24.2啊嘛，係咯，咁啊而家暫時嗰都24.5啦，都差唔多補咗噶啦。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再企得實啦、啊，咁樣咁啊就其實基本面上面咧就即係佢都係真係認真做車嘅，即係你話即係唔似小米嗰啲咁樣咧，講話做車嘅講，但係即係到依或者係甚至708嗰啲，係啦，講啫，講係做車嘅，708更加係啱啱先揾翻個底盤啦，個底哇陳大係真係。其實 over weekend 咧都好多 news 傳出嚟嘅，係咪啊？唉，我都冇心機，因為我唔佢完全唔喺我個 list 裡面。係啊，我本來喺嘅，而家都唔係啦。而家都唔係啊，係嘛？即係諗有嗰陣時候都諗住可能你低位會博啊，即係你博就係4.3定係咩啊？即係7.8。其實個即係136或者7.8。啊，136真係博嘅嗰陣時候。136博。成日諗住啦，佢喂喺7.0好似有得支持一下喎，諗住博翻上10蚊㗎。係，即係唔得。係啊，希望佢延續翻，但係喂冇啦，佢而家冇啦，散咗，我就覺得有啲散咗咁樣。完了吧，如無意外。係啦，因為我都有啲 friend 喺內地嘅，咁我都有問過，聽聞3333好似話打 discount。買樓喎，咁佢話：，係咩？係啊，劈價買樓，劈價買樓。O K， 其實好多地方都有睇到嘅相關消息嘅。跟住我問：，喂，係咪真定假？跟住佢話：係啲嗰啲貨尾，即係一線城市咧，個discount冇咁大嘅。係，但係如果你去到二三線城市咧，
佢係真係倒落嚟。咁、哦、啊、okay ，因為本身嗰啲地方都唔係咁散到貨啊。咁、嗯、啊，俾一個好大嘅 discount 你啊，但係要即刻你俾 cash 佢，即係佢其實攞嚟。佢等錢使。係啊，等錢使攞嚟去填氹啊、還債啊，定唔知點？咁啊，當另外一 part 就係、是，喂，當公司咁等錢使嘅時候，你再揾公司啲錢去托住個價咧，你就真係走先啦。嗯，係啊，因為。其實都即係兩件事 ，negative 加 negative 咧，就唔會變咗 positive 嘅。係啊，富富得再富啲啊！富富嘅超富啊！咁啊咁富啦，咁啊即係幾時爛就真係你小心啲咧。嗯，係咯，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話相對嚟講咧，2333咧咁個就健康啲啊嚇，咁同埋都冇話即係成個走勢嚟講都係好慢慢啦，衝上上翻去條。十天廿天線其實都已經靚咗好多噶啦，佢仲上埋條一百天線噶啦，係啊2333，即係都捱咗好耐，一頭半個月噶啦。咁、最近呢幾日就衝上翻去條一百天線樓上，係啦。咁正面啲去睇呢一隻股票啊嚇、好，另外同車相關嘅1772啦，即係金峰啦。咁咧就入股咧個鋰輝石礦項目喎。咁咧就以一個自己嘅資金啦，$1.3亿嘅美金。咁就收購咧個 SPV。我記得唔係早上個禮拜，我冇記錯佢配股啊。係啊，上個星期有配股啊。嗱、哦，即係有做下嘢喎，配完出嚟。攞40.5亿。係啦，咁都攞咗啲錢出嚟啦。呢個$1.3亿美金。咁都11亿、12亿左右咯，系咯，都有都使下，即系真系有攞啲钱嚟用喺啲业务上面嘅嘢啦，系啊。咁其实佢之前早两个月先买咗个英国嘅锂砂矿，系咪啊？好似之前咁讲啦，1772其实集资咧真系攞嚟买嘢嘅，点解咧？佢要生人怕死地，系咁啊，攞嚟晒嘅啲矿都会值钱嘅，因为嚟紧个。鋰礦的需求 是非常大的、趁現在做相對來說未叫做喂部部車都要電的時候搞定先、買完之後就等一些資產價值、好像之前、內地啦中資、的資金在澳洲買了一個礦買了十幾年、本已經收回了浪喺度嗰啲全部錢嚟噶啦，根本咁啊，所以就係你預先科斯到，尤其是搞啲咁嘅咁特定用途嘅礦咧，你知道嚟緊嘅需求嘅話咧，其實你越早買咧、就越數嘅，就係咁啊，供求問題。咁、okay、啊，所以都啱嘅，所以之前都話如果佢真係攞嚟買嘢咧，嗰$50亿俾佢咧，其實係抵嘅，而嚟緊咧值嘅。咁、而嚟緊咧，佢亦都可以做得更加大嘅規模。咁1772中長線係可以持有啊。OK， 係哇，而家即係已經係演變到中長線啊。係啊，留意一下，即係整大隻嘢。因為睇佢係咯，咁你而家講緊只1772個市值係幾多？係200几亿咋？我都係啦，280亿。係。系咯，咁我就哇！你而家講電動車，你要呢一種嘅產能，呢一種嘅資源，呢一種嘅礦鋰礦，咁佢如果買咁多礦嚇，生人怕死地，咁就真係佢，咁佢都要還噶，係咪？即係借完錢翻嚟，集完資翻嚟咁樣，咁佢都要交功課嘅。不過好誇張啊！佢哇，今日上個星期。應該個假期前啦，係咯，一大棍咁樣上咗嚟啊嚇，咁就睇下今日延唔延續到啦。咁啊9:14嚇，依個時間咧佢就 mark 緊價咧，係 mark 到上去115.6，升上3.5% 嘅，係啦。咁啊陣間再，咦會唔會真係嚇？跌咗咁多日之後，就憑呢兩棍就要即係開始上翻嚟，甚至破埋前面120，大概嚇120。122.6呢啲高位位置咧，係咯，唔係喎，臨尾收嗰時係122，差唔多，係122，咁啊睇下望住先咯，望佢睇下有冇機會破住先咯，冇㗎，咁我覺得如果佢有咁樣嘅消息，有兩棍升上嚟，咁
上個禮拜如果真係跟咗入去，因為上個禮拜咪好誇張嘅嗰啲成交，係啊，星期五嗰日都幾多噶，係啊，星期五嗰日嘅成交好大的，20億㗎，係啊，係啊，咁就可能有朋友又聞到味啦，咁、已經率先偷步入咗場啦，咁咁、如果真係入咗嘅話咧，就揸照揸住先喎，俾著我，係咯、啊，因為集完資。你短期內應該又不會再配的了，咁又真係積極咁樣去買嘢，係啦。咁你跟一世汽車股又 OK， 電車又 OK， 1211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可以照揸住先咯。即係如果咁好彩近期呢個低位買嚇，咁啊如果再係之前嘅平台區大概100蚊買就更加抵啦。係，如果有揸嘅話。好咁啊！另外咧就講開呢啲能源嘢啊，講埋只968啊，係啦，藍籌新貴嚇，信義光能上個星期咧就升咗成15%啊！唉，真係估佢唔到啊！真係估唔到啊！我記得咧，就同你做節目開倉冇幾耐咧，我話誒成個信義係我最唔中意968，係啊，成日買只868樓啦，咁啊點知？開始爆啦！咁868都靚仔嘅，係啦，但係968就攞最佳進步獎咯，只可以講係啦。嗰陣時我哋講緊即係都係大概係13-14蚊嘅位置啦，係啦，大概13-14蚊嘅位置啦。咁啊，依今日咧就上到嚟呢個15蚊到啦，係啦。咁啊，15蚊係咯，咁止唔止咧？係啊，其實即係麻麻地嘅，咁但係咧近呢幾日就升咗幾棍上嚟啦，呢三日啫，其實都係呢最近呢三個交易日咁樣。咁啊，但係暫時買價方面咧 ，AO 咧都係14.8嘅，咁啊回緊2.6子啦。咁就唔知點解啦，我諗係因為真係純粹係輪動，定係因為佢真係入咗藍籌咁咁你。通常入完藍籌冇耐咧，就開始回嘅。咁啊，入藍籌前就係急漲嘅，係啦。咁啊，唔知係咪叫做咁為之漲咗啦嚇。咁啊，其實如果講真，喺之前低位10蚊升咗上嚟咧，都升咗成50%噶啦。十蚊升上嚟15蚊，係咯。咁啊，所以就都唔係升少嘅，真係。唔係升少，但係我麻麻地啦。即更加，如果我冇貨嘅話，這個位我就唔追噶啦。我就不會再追了，是啊，沒錯，你看到其實雖然升的勢很漂亮，但是看看升了三棍，是啊，但是你推前一點，哇，那些蟹到這裡開始就入個蟹貨區了，我想其實接下來這個升勢今天都很可能會回的，升穿的話是是是，哇，是那麼就會不會就是這一浸12.幾升上嚟15蚊呢一浸就喺今日就開始要還翻出嚟咧咁樣嚇，自己望住啦。好咁啊，另外，咦，阿 Leo 你呢幾日有放假有冇去睇戲啊？係冇噶，已經我自己好中意睇戲啊，我本身讀電影嘅，係啊係啊係係係，我知道我知道。就深烤依兩年就斷咗我條人啦。邊個？因為唔開啊嘛，之前戲院。咁你可以睇Netflix 嗰啲啊嘛，都好多戲有啊，咁啊 HMVOD 啊，香港啊阿一啦，先。係啊係啊係啊。當然。佢咪用盒睇噶都係。盒，佢唔係串流嘅，就係有 apps 嘅一樣。用 streaming 啊 ，OK OK。咁啊都有嘅，咁啊因為我比較中意睇啲亞洲嘅電影啊，所以就用 HMVOD 比較多。OK， 佢嗰個咩 H？HMVOD 佢嗰個係中意，即係佢哋係多亞洲劇。係啊，比較多嘅。哦、oh, ，OK， 即係佢唔似 Netflix 咁樣，全部好多時都係美劇。唔似啊，所以都、定位都有 Netflix 都有嘅，係啊。Oh. 但係依排又開始睇埋波啦，係歐國杯啊嘛。係啊，係。咁我就呢期咧就內地咧喺端午節呢個票房都好誇張。哦，係咩？係啊，咁我就話說咧，就係假期個消費相當之火熱啊！咁咧就喺端午節嘅檔期咧，內地嘅總票房啊突破咗4.6億人仔，係啦，咁咧就講緊個總人次咧達到咧係1283萬人嘅，總場次咧1,308,000+啦咁樣，咁就破咗咧咁多年咧嘅端午節檔場嘅紀錄嘅。係啦，咁啊睇咩戲咧？咁啊睇嗰套戲，我三套都唔識啦嚇，一套叫《超越》啦。
咁咧就有錄到8000多萬票房，哇！真係，所以我明點解內地嗰啲每套戲嘢嘢都億億聲啊，真係。喂，但係我播嗰一兩日都攞8000多萬翻嚟咯，已經。嗯。係咯，咁你如果你再播長啲，或者係再喺其他平台有串流播嘅話，哇！條數真係幾襟計。咁啊，另外咧就《彼得兔二》啊，《逃跑計劃》。彼得兔係咪即係温妮兔啲 friend 啊？Alex， 你知唔知咩叫彼得兔？彼得兔係唔知係啦。彼得兔二逃跑計劃，跟住仲有一套咧，就7000萬票房啦，已經《熱帶往事》啊，5000多萬票房，係咯。咁啊，同埋即係喺呢段期間咧，咁啊，國家文旅部咧都公布咗咧。三日裏面，內地嗰個旅遊收入咧達到咧係差唔多300億人民幣啊，咁啊按年增長咧係139.7%，即係1.4倍到啦。咁啊可以理解嘅。舊年嗰個時候疫情啊嘛，你端午節你粽都吃少咗啦，你舊年，即係你話好興噶嘛，端午節派粽啊，送禮啊，咁但係舊年因為疫情嘅關係。你真係總都送少咗，亦都收少咗啦。今年係有翻啲反彈，係好合理嘅，係啦。咁同埋即係隨住內地個疫情係受控啦，咁當然係某啲地區又即係多翻啲，例如廣州啊、荔灣啊嗰啲。咁但係其實咁你中國咁大，咁你好多地方其實我聽個朋友講話，早排上海嗰度咧，即係除咗你係入室內喺條街都唔使戴口罩。嗯，係啊，即係好多人都冇戴口罩。係啊，除咗廣州啦，咁啊，但係其實內地嘅電影業咧，真係近年咧，就係你講票房啊，係啊，一吹嗰條數已經係另外一條數嚟嘅，係啊，咁啊，其實你真係唔夠去玩啊，嗯，係啊，你講緊啊過咩新年檔講緊100億票房，係啊，呢啲係美國嘅數嚟啊嘛，係啊，黐線，內地係越追越貼啊美國嘅。電影票房、或者影院、這個市場越來越貼、我想問其實現在外國即美國的票房呢通常是幾多少的 我真的不太懂、講緊可能3億-4億、okay、即是 worldwide即如果好像 Marvel 那些這樣那麼10多-20億30億的了即是美金是 啊、真的很厲害、因為全宇宙都追嘛是啊同埋佢成個故仔咁樣一套，你睇完 A 就唔會 miss 咗 B、C、D。係啊係啊係啊，你一定會睇埋。即係掃曬。我成日有時都唔知道，有時佢可能美國隊長有分一二三，但係中間又涉咗可能佢有其他嗰啲角色啊。非洲隊長啊，德國隊長啊，咩炮 Panther 嗰啲咧，即係又中間佢唔同角色咁樣大撈亂啊。其實呢只係邊個先邊個後咧？嗰啲跟住又前傳又後傳咁樣咧。是啊，即係其實多到不得了，但是你都是會跟住追的係，佢真係做到一個咁樣嘅格局出嚟咧，令到你會繼續睇佢嗰啲嘢，所以其實係好犀利。係咁啊，香港即係大陸嗰邊更加會係啦，同埋佢哋劇啦，陸劇係好犀利嘅，我都覺得都係啊，而家係勁過韓劇啊嘛，但係啲人係追翻啲唔係好多地方追翻啲內地劇。嗯，咁啊。呢啲與文化嘅嘢，其實內地啦，政府其實做咗好多年嘅，咁啊依幾年就越嚟越睇到個成果啊。咁啊，相關嘅影視股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係啊，睇住1970先，咁啊而家做咗12.5個，咁啊最主要都係營運內地嗰啲影院啊，相關設備啊，咁啊，之前最高炒到18蚊嘅，而家回翻12蚊左右，咁啊。但係依只好似就都冇咩力水咁啊！係啊，睇下先，即係1060咧，就係阿里都係呢期即係升過一陣嘅，之前升到個幾嘅、過年嗰陣時咯。係啊，咁但係就又再回咗翻落嚟啦嚇，咁、都係一陣陣啊，真係。咁我暫時嚟講，呢個 AOD 位都冇乜點開出嚟啦，其實都開定咗，都冇乜上落，冇人入呢一個場啊。係啊，端午節呢個消息應該唔係太推到啊，睇下清明啊，重陽會唔會 OK 啦？系啊，中秋咯，中秋咯，或者七一啊，系香港嘅回归系啊，
十一啦，唯有等到十一啦，等下十一啦，等中秋九月廿几号啊，系啊，咁啊，即系可能要等到即系中秋嘅档期啦，咁样。咁诶，仲有边只咧？诶，有1896啦，猫眼啦，其实普遍嚟讲都麻麻地啊。系啊，即系呢啲院线啊，娱乐嘢啊，近排炒得最劲就只稻草红啦，吴奇隆啊。系咩？系啊。稻草红啊。系啊。哦。睇下先，稻草红。稻草红是套戏名嚟噶？哦，唔系，佢间上市公司。哦 ，OK。咁啊，上完之后就一直，因为干得滞啊，咁啊，一直咁啊推。系。咁啊，而家2125 OK。系啦，咁啊，都炒咗一阵啊，咁啊，最高又升到成啊三倍而家。比 IPO 的價格升了 40% 啫。OK， 係啦，咁啊都冇咩特別話嚟緊 perform 比較好啲嘅。不過睇下啦，嚟緊會唔會啲長假會谷一谷啲娛樂相關股票咧？係好啊。OK， 咁啊睇睇個市先嚇，咁啊就恆生指數咧就高開咗咧104點嘅，有28,946點啦。不過期指就粒粒地喎嚇，咁啊即月期指跌緊16點啦，低水現貨155點嘅，大市成交44億到嘅啫。咁啊嗱，最緊要個球場裡面有人入嚟踢，係啊，咁啊就呢一排嗰啲成交咧都。縮得好緊要嚇，得個千零億咁樣，係啦。咁同埋咧，你又見全部都係夾落去嗰幾隻咯，來來去去嗰幾隻，咁變咗即係睇到成個場都唔係好分散，唔係好百花齊放啊，係啊。所以即係揀股嗰時候咧要小心啲啦。咁啊，跟手咧就同大家睇下啲即係科技類嘅股份先啦，好嘛？咁啊，就係科技股700啦。哇 ，Leo， 你知唔知上個禮拜低位收市596啊？系，要翻落去啊！我嗰只牛仔仲未死啊！又嚟过啦，595啊！我完全咧系来回地狱，又至反人间啊！最系几次，真系几次啊！上次咪系话同你讲话597啦嘛，597.5啊嘛，就系依几日啦。不斷都唔死喎、啊，都唔死啊，都唔死喎、啊！嗱，今朝早佢又升翻上605喎，系。但系睇下會唔會彈翻上去50天平均線先咧，因為上個星期其實你見到啊，咁啊好有直接相關同恆指，其實你見到恆指圖都係一樣，同埋恆指個成交都係1,300億左右啦，即係唔係特別標青啊，哇，完全同700個圖一模一樣。真系，你因为我听我 friend 讲话，原来好似大师加持咗700哦，恭喜晒啦，系顾得多谢大师。佢话咁多年都冇乜点睇700 ，Set Evil 神加持咗700。原来系咁，有合理解释啊，而家。唉，咁冇计啦，系啊，咁啊就好，可以唔睇啦，700。好，摆埋边先，我睇只110啊，不如系啦，110点啊？呢期见到即系上个星期啲北水点样睇佢先？最系啦，佢流出嘅，流出咗1億多嘅，110系啦，1億多，个走势就。冇啦，嗰時都話驚穿咗28要坐噶嘛，咁佢而家就喺呢個28嘅位浮浮沉沉咁樣咯，係啦，咁我冇意見啊，大家牛熊 call put 可以俾下大家嘅，等我揾下先，即係睇下你覺得佢去到呢個中間位係咪會有啲尷尬啦？我就暫時對佢都係向下睇嘅，係啦。咁啊，另外仲有呢个嘅3690啦，系啦，咁啊就星期五嘅时间吓，升得相当之靓仔啦，真系啦，如果一路买咗沽落去就惨啦，又俾佢冚啦，咁啊就上翻去呢个嘅高位311.8嘅，咁啊今朝早就低开2毫子吓，咁啊就307嘅吓，咁啊至于仲有睇埋就9988啦。9988反而幾好喎，高開喎，嗱連跌咗成呢個四棍之後咧，咁啊就今日
彈翻少少，高開209.6，升咗4.4嘅。9.88，冇錯。但係你睇下，都係冇買盤。係啊，即係都係賺啲。嗯，一開嗰陣時睇下會唔會回翻。又上翻，我都話呢期嘅時候好興高開低走啊。係啊。朝頭早我哋啊，朝頭早做節目就最清楚，一逢一至五。係。一開嗰下都係好嘅喎，啊又好似幾眼正下喎，咁樣誒，但係點解轉個頭咧？到晏晝翻嚟啊，或者11:00就開始鬆曬呢排。始終都係唔夠錢入啊。係啊。即係冇計嘅。咁啊，啱啱開咗市啊，報翻恆指先。咁做緊28,933點啊，升緊90點左右啦，成交60億嘅。咁啊，最主要嘅股票睇下先。咁啊，你見到騰訊都有1% 啦。咁啊，阿里巴巴1.7% 嘅。咁啊，表現比較差嘅咧，就眼睇咧就有隻和拍醫藥啊 B 仔股啊。咁啊，之前都講啦，啲 B 仔股啊，或者醫美嗰啲咧都回嘅，咁啊大家睇住下再冇息啦。咁啊突步又升咗15%啦，1368，14%，哇！佢呢一下震走唔少人啊，我想話。上次真係依幾支震走咗好多人㗎啦，咁睇嚟真係未升完。未升完喎、啊，真係咁樣睇。嗱，睇下佢咁啊，支羊會唔會出翻支羊肉？出睇下佢會唔會再出翻支羊肉，係啦，咁因為佢裂口升得太多啦。係有冇 news 咧？睇下先。好，望一望先。OK。哦，佢發 CB 啊。係。就發5億元嘅1.8厘 CB。嗯。係啦，咁啊，但係好誇張喎，升得。咁就另外咧，公司咧就嘅全資附屬啦，咁嗰個叫蓋世威啦，同埋帕拉丁呢個品牌咧。咁就同一樣嘢嚟嘅喎，咁即係發債啦，係咯，都係即係發個 CB 啦，咁就1.5萬股嘅，咁就係佔相當於擴大後股本20%嘅，咁咧就息數轉換之後咧，集團咧喺特步嘅環球股權將會減少至到大約80%啊，咁啊特步環球咧將會成為集團嘅非全資附屬，咁啊特步環球就。計劃咧將所得嘅款項嘅淨額用嚟作為特步環球集團嘅一般營運資金。咦，即係好似係講到係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錯啊嚇。你知道中文字係個個字都識。係啦，一串埋咧就好 confused。係啊，啲 confused。即係好似真係走向世界喎，國際化喎，係咯咁樣，咁就唔知係咪呢個咁樣嘅原因啦，咁啊見到今日個市即係咁樣情況之下咧，就夾咗成15%啊，接近。市場嘅解讀係正面嘅。係啦，係正面嘅，冇錯啦。咁啊，睇翻期2331嗰啲咧，2020嗰啲都 OK。因為亦都係個別事件影響一隻股票啦，呢個消息咁啊。之前佢做咗個頂咧，就出咗兩棍咧，咁我都仲叫買。不過出咗第三棍嘅時候，我係叫大家咧就睇下要唔要食緊啲糊嘅，係咯。咁啊，錯唔到啊！我一定錯唔到第四棍嘅。你問我都，即係除非我好低位買落嚟，即係我6-7元買上嚟嘅咁樣。咁如果啱啱追入去嘅話，咁我梗係哇見到第四棍，梗係唔對路就叫閃啦咁樣。其實都唉，好正常嘅。係啊，咁佢睇住嚟食，咁冇計喎。係啊，係啊，佢就係要震走你班人。睇住嚟食，咁冇計真係。係啊，咁我今日裂口上到10元，哇，17% 添啦，依家。睇你追唔追啦？咁啊，個市倒跌啦又。係啊，我就真係零零死咗未啊？睇下先。哇，5.98啊！嗯。好啊，睇下咪見證住我只牛仔要打靶。1211望望先，哇，好靓仔啊呢个，223.4啊，到咗前顶咯，系啊，好咁啊，咁系咪即系讲啦？去到呢位啊，再讲一讲噶，咁啊，咁嘅细嘅话，其实都唔使讲啊，要破啦，你要破噶啦，系啊，250咯，系啊，同埋另外之前嗰几日咧，尤其是上个交易日咧，真系好多钱入噶，几多啊？23億啊！系啊，望望先，怼咗入去。佢系真系净流入好鬼大啊！系啊，
如果俾阿迪都講緊啊，如果佢成全日嚟講咧，就係呢邊我睇2亿咯，呢度係咪2.44亿咯？淨係北水流入，淨係北水啫。係啊，係啊，淨係北水都2亿幾。係啊，成日 turn 有成23亿，買上嚟，上噶啦。咁大 turn 大 turn 升嘅話就，就方向都好肯定。係。係啊，高啲先啦。如果有貨嘅話又係，因為好似我哋 keep 住有人問只1211嘅，咁啊都係低位買。嗯。keep 住先啦，繼續向上。但如果買只 put 嘅話，有冇啲咩好介紹咧？好啊，等我即刻揾揾先啊嚇。你1211啦嘛，係咪？1211哇！不過我想話，依家嗰啲咧 call put 咧，如果你1211升咗咁多上嚟咧，可能個槓桿都唔會太多咯，都有嘅。睇睇先，哇！但係好鬼近期喎、啊，到期日咁又幾危下，係啊，太即係豬頭骨嚟啊！系啦，即系你要高杠杆嘅话咧，佢呢啲话讲紧系七月中咁样，系咯，系先坐都唔俾你坐，系啊，即系坐唔得咁多 call 啊，睇先中银搵两间咯，我收窄些少，我睇睇305先，咁啊一开啊2.04啦，咁啊而家回咗。咁啊，得翻兩蚊，都好似啱啱所講啦。睇下錢入唔入啊？啲消息啊 ，MOU 啊，大家都知 MOU 咩嚟噶啦。咁啊，出完之後，實唔實行到或者 end up 點做咧？其實都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要睇嘅。咁啊，但係好明顯嗰個消息咧，即係同啲物流組車隊啊，電動車嘅車隊啊，依個消息唔係太。看到它的影響在哪裡住，而且個成交呢相對來說都不算比較多，現在都是在說兩球，好像剛剛所說炒完上來下來會不會賺錢炒呢，大家要看看了。OK， 好，咁啊，另外頭先話想睇1211啦，咁如果 call 嘅話咧，可以睇只21430嘅。系啦，21430咁啊，俾阿迪嘅 call 呢只就呢间就瑞通嘅1.18，咁就行使价就265.18啦，咁啊价外10%到，咁就都嗱，因为咧我拣咗个六倍杠杆噶啦，已经系讲紧系8月中到期，即系短身到都系得50日到100:1嘅，因为如果你想再高啲杠杆嘅话，就已经系好近期，咁我都唔想俾啲太末日嘅轮大家，系啦，咁啊呢只就1.18嘅。咁如果你話中意係牛證嘅話咧，就可以揀只50215啦。係啦，咁50215呢只就個面價咧就8.8，咁啊容易入場啲啦。行使價咧就186.08先，收回價190.08啊嚇，咁啊距離收回都爭成30几蚊，係啦，咁就長身啲啦，3月先到期嘅，出年500:1嘅，咁啊就杠杆5倍到啦。咁所以如果可以揀嘅話，可能揀只牛仔仲好。咁好啊，咁啊有隻101。1909啊，咁啊火岩控股而家做咗2.76%升緊2%，咁啊出個公告啦，咁啊就喺泰國啊已經推出啦依個聯繫用戶遊戲用戶啊同埋商店啊嘅獎賞積分平台嘅公開測試啊，咁啊最主要係咩咧？將遊戲中嘅積分啦同埋金幣啦進行互換啊，咁啊賺取平台積分。同埋優惠，咁啊，其實而家已經吸引咗成150000人用緊嘅啦。咁啊，最主要咩咧？都係之前佢公司做緊嘅嘢咧 ，NFT 咧，咁啊，將啲武器啊、積分啊換成cash， 咁啊可以兑翻現金，咁啊俾你喺虛擬嘅世界裏邊玩啲 game 都係賺錢啦。大致上係咁啦。咁啊喺依個。地方泰國咧，如果 work 嘅話咧，集團就話：，嚟緊可能再將依樣嘢咧推去南美啊，或者其他嘅市場。咁啊，我諗其實依樣嘢都某程度同之前咧有個國家未用 Bitcoin 做
法定貨幣嘅。係啊係啊，我一下子唔記得咗嗰度，我好似我都覺得仲喺度問啊，其實嗰個地方喺邊？係啊係啊，好似係非洲咁啊。其實哦，非洲呢樣嘢就係某程度嗰、那個買樓嘅概念啊，即係你買樓被通脹。嗯。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虛擬貨幣嗰、那個波幅當然一拍啦，但係實體嘅貨幣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咁啊。嗯，只不過另一些譬如一些政府外匯的相關的 regulation， 或者它本身的錢比較波幅大的話，其實都是變相變成一個貨幣 second 另外第二貨幣這樣去做，所以看看接下來這個這樣的技術或者這個玩法呢，它會不會盡快推去其他國家，但係1909都係比較行得前啲嘅手遊嚟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之前都講啦，咁啊，如果你喺大概依位嘅話，其實可以睇翻$3啦。咁啊，第一站係咁啊，我覺得應該問題不大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好，係啊，1909都係本台喜愛嘅。是啊，我上個星期我買了隻2343，我都沒留意，未睇翻添。O K 喎，破頂喎。係啊，睇下1919先，繼續去啊。冇啊，其實你個市你見咧，嗱又倒跌翻成個百點。頭先正話都係依啲位啊，一轉強勢咧，啲錢就追嘅，點解唔追咧？即係個市咁弱，尤其是大價股。嗯。你一破曬頂，尤其1919啊，依啲仲唔行翻鑊先？咁而家1919係做緊19.94啊，咁啊今日最高去到20.35嘅2343，咁啊2343最高都係3.24啦，咁而家做緊8.18，有錢賺咯呢個應該係嘛？嚟啊！哦，係啊，我有啊，係啊，我賺幾個 percent 咯，繼續行，慢慢咯，真係幾靚。慢慢咯，係咯。我諗今日坐得啦，坐多幾日啦，坐咯，唔理佢住噶啦。係啊，衝翻幾棍上去先。因為佢嗰日都有即係見我係都係支針附近買噶嘛，1312啊。係。係咯，咁而家幾多啊？1323 3.17，你諗都幾格啫嘛？係，依日已經買曬上去成4億 turn， 跟住依日又頂住1.6行得啦，開波啦。係啊，係。所以其實可以諗下嘅，回成100都再加住都仲得喎，好似都係啊。都唔爭好多格啫嘛，幾格啫嘛。睇下先，我望佢起碼上4蚊㗎。得啊！我望佢上4蚊㗎。有排行啦，系啊，系啊，因為都坐下算。上次講都係基本面改變啊，咁啊，而家個油運費咧，其實仲係未回落過嘅，係啊，所以唔好將以前嘅 P/E 咧攞嚟同今日對比，因為大家收益都唔一樣，咁啊，正正好似芯片公司咁，3年前、4年前做啲好舊式嘅芯片，你享有的 PE 可以很低，但今天連啲超級大型妖股 都做得好的話，超級大型妖股，咁啊，大家可以即係睇睇啦。係，OK， 基本面唔同。係咯，另外就繼續睇住啲啊，仲有頭先我哋啲幣股啦，或者1499好勁啊，1499係啊，就歐科雲鏈係啦，咁啊都升咗成8% 嘅，係啦，頭先你撳只2138出嚟都勁啊，都幾活躍喎，成交已經成100多萬啦，錢啊嚇，啊唔係呢個1600多萬錢，120多萬嘅成交。股數係啦，咁啊升咗成8%就醫思健康2138，咁啊就仲有哇今日只希馬啦，係啦，唔知係咪同時代天使有少少影子嘢咁樣咧，唔知啦，3309啦，咁就升咗成7% 啊嚇，今日都落場多，成交宗數已經500多宗數噶咯，係啦，咁講緊就有成5600多萬turn喺度嘅。一隻牙科先3600，系咯，咁啊冇計啦，
3600得唔得？系现代牙科1.1% 左右啦。哦，咁算系咁啦，逆市做好噶啦。系啊，都尽噶啦。系咪玩完啦呢只？嘅话，哇！哦，好大支天音天线喎、啊，天使入嚟就出咗天线啦。系啦、啊，几啦？三棍其实都好劲噶啦，爬翻翻晒上嚟。睇下可唔可以今日再出支羊竹咯？希望唔好回啦。系啦，希望佢顶得住啦。哦，咁可能系唔系只天使令到只希马上，而系即系轮动。3600今日见咗阴竹之后过翻过去啫。系啊，啲钱就3309咁样。大家都系做牙啫，反正都系。斗快啊！而家啲人系裂口上，今日只希马系。系啊，裂口啊，裂口上。系咁，跟住之後就移動股份，仲有睇埋啲油服股啦，3303啊，系啦，咁啊就巨圖啦，系做緊1.62啊，咁啊升緊5.2%，27亿嘅 turnover， 27亿市值，咁之前都講過呢只慢慢上，其實阿比比都有講過呢只嘅，系咁啊慢慢上啦，咁今日之前已經鋪曬位啦，繼續爬緊上去。系啊，油服股当中佢系即系稍微靓仔，你揿只283出嚟，哇，完全相反嘅，你睇下，完全相反怼落去，咁啊只3303系 OK 嘅，同埋即系3337都冇佢咁好啦，即系大横行咯，横行咯，轻微咁样弹翻上去咯，系啊。油價升都不是很跟，是啊，所以喜歡就是3303多一點的，是啦，另外就是啊，今天的包喉都有一點，不過很少成交，就是483沒什麼特別。那啊，看看成交很少而已。系啊，今日唔系劲多啲世界股喐到，冇啊，算啦。哇，好市跌成200点咯。哇！咦，我只700系咪打一把啦？咦，又未喎，死唔到，死唔到过半啊！我谂紧可唔好买，再喺呢啲位同一只咧买翻，因为我嗰日就系打噶啦嘛。讲紧而家6513，哇，都真系跌200点啦，跌定咗啦，越跌越多。系咯，即系会唔会系冇事咧？呢一隻係咯，咩跌得多咧？其實睇下先啊。咦，我呢只原來收回價係592，我成日以為595添。哦，咁仲有距離，怪唔知仲未落去一仙啊。仲有5蚊。係喎，阿姐，我以為成日595添，我而家先知喎。係。我冇咁樣，我成日以為，我嗰時揾嗰只唔係揾咗個收回價。哇！突破，哇！黐線。是不是啊？升了26%。Oh my god！ 真的好，这些艺高人胆大，有哪个没？我觉得有条件不震走，是因为你真的低位买上来，即是你6-7元平买上来，所以那几棍你都还捱到，那你就可以吃到这一棍这么完美的大升。如果依决买的话，就真的算了。唉，好彩我叫大家买的那时候，不过亦都有嗌大家叫做差，即係如果承受唔到嘅就要走啦。承受得到過到嘅話就上啦。大家早晨，大家早晨。咁啊，補翻恆指先。咁啊，而家做28,666啊，跌緊173嘅，成交262亿。咁我哋 take a break 之後咧，翻嚟解答觀眾嘅問題啦。好。好。唔中意啲公司上市嘅目的係為咗攞個上市地位嘅，但係而家 spec 係即係活生生就係為咗攞上市地位而上市，你竟然咁樣放鬆嘅？如果想睇完整嘅精彩片段，
即刻上 UpTV 的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Channel 啦。最重要大家有時間多些 follow UpTV， 一定有最準確的訊息交給大家。想知更多的財經知識，即刻 subscribe UpTV 啦。如果大家有什麼投資上面的疑難，有什麼股票的問題的話，記得留意住 UpTV 啦， follow 住他們的節目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ie， 我平時是一個瑜伽老師和 model 來的。除了工作之外，我亦都很喜歡玩不同的運動，有攀石，有 MMA、蛙游、潛水和瑜伽，甚至跳舞我都很喜歡。大家好，我是比比，想不想多些見到我呢？想的話記住 subscribe UpTV。大家好，如果想听多啲财经古仔或者睇多啲靓女听我嘅分析嘅话咧 ，subscribe UpTV 啦。如果想睇更加多财经嘅资讯，大家记得留意多啲 UpTV 啦。最近好多大型中概股 IPO 喎，啱啱过去嘅又有快手啦，嚟紧又有百度，又有京东物流，你有冇留意啊？啲人成日讲 IPO。其实你知不知道 IPO 是什么先 ？IPO acronym 缩写嚟嘅，全写是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三只字 ，Initial 即系 I， Public P， 最后是 Offering 第一只字 O， 所以是 IPO 咁解。嗱 ，Initial 即系第一次啦 ，Public 即系对公开嘅 ，Offering 即系公开销售咁解啦。所以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就是首次公开发售呢个股份嘅。咁喺香港嚟講咧，我哋係好犀利㗎！我喺12年裏面有7年啊，我哋全球 IPO 集資榜嘅榜首啊！而喺2020年一個咁波動嘅時期，我哋依然啊喺一級市場裏面咧係 IPO 集資榜嘅領先地位㗎，好犀利，接近成4000億咁多，自2010年以嚟仲係最高添。近排個個都喺度抽新股，有啲又抽到，有啲又抽唔到。抽中咗之後咧，又話要按嗰啲咩 pro rata basis 嚟分啊？係咩嚟㗎？哦 ，pro rata basis 嗱，呢個拉丁文嚟嘅 ，pro rata 嘅意思 ，pro 即係按照 ，rata 咧即係比例，咁即係按比例平均分配咁解啦。咁啊，其實個道理好簡單嘅啫。例如話有100個人，每人想認購10股。咁但係其實邊度有1000股啊？得咗100股嘅話咧，每人其實最後分得1股嘅咋。哦，唉，咁死啦！就算抽中嘅話，我哋啲散户都係得啲咁得，點同啲大户爭啊？Hello， 好，翻嚟呢个节目时间，我哋投翻啦，哇，即系 double 好劲啊，就1368，哦，原来咧就系高瓴资本入咗呢，即系呢发其佢呢一个CB 啊，系啊，咁因为佢系筹呢个6500万美金啊嘛，咁原来就系发咗俾高瓴嘅咁样，咁所以咧就炒得咁下，解釋得到啦，系啦，無寶不落啊嘛，人哋高瓴資本係咪？即係你唔夠去玩啊，錢多啊！唉，但佢好，我覺得好犀利啊！佢等你落四棍嘅時候，佢先至嚟彈一下咧，震走咗唔少人啊！真係，佢就係咁樣先無寶不落咯。真係見到差唔多啦，搞掂你哋啦，好犀利啊！真係識玩。即玩啊！嗱，我記記得6月7號就等炒翻下。六月7號嗰日咧，係嗰一日叫大家嗱，即係要 hold 實啦。
抽實隻呢個嘅特報國際啦嚇，咁樣咁啊睇下好唔好彩啦，大家揸到依家啦嚇，咁如果揸到依家就真係好高興啦，咁啊11.58元嘅，咁啊依家嚟講仍然係升成25%咁多，係啦，咁就有好多人已經留咗言，好多問題噶啦，3600，我哋頭先都口講就係話。哎哇，回咗成6%啊嚇！睇下有冇機會即係企翻穩喺呢啲高位位置，如果唔係真係似乎見雙頂，係啦，一回就玩完啦，咁啊，嗯，都好低市值嗰陣時炒上嚟嘅，講緊1.3元左右行上嚟，咁啊3个月左右升咗幾倍，咁回都好合理嘅，咁你係。大户呢啲位唔出貨幾時出啊？喂，天使聽日今聽日嚟啦，佢落嚟凡間啊！落嚟凡間搞你，究竟係墮落嘅天使啊？係啊，定係天使下凡呢？咁樣即係令到帶啲財富俾大家咧，就我都唔知道啊，我都唔識啦。你抽中咧，肯定有錢袋嘅；抽唔中咧，自己諗下風險啦。暗盤仲有空間嘅。是同埋，但如果你孖展得個一手，你都係輸我啫。除非你真係要贏翻咁上下，要賺倍數。係啦，2000万抽啦，就恭喜你啦！要最少升一倍。係，2000万要俾幾多息啊？其實我都唔知道，我未試過借2000万嘅孖展手。100万咧，就大約講緊幾百蚊啫，即係你當佢500元啦。咁平嘅啫咩？1000咯。咁你乘翻上去都兩雞，咁有錢賺嘅。兩雞，如果佢升到一倍，佢而家10元，10万元啊嘛，一手係34000。30000几啊嘛，咁即係如果佢升到一倍嘅話，當60000几，咁我就有錢落袋。都有嘅，不過即係搞咁多嘢，好似都係得個雞碎咁樣咯，可能有機會。都好嘅。但係嗱，你而家係幻想佢會升一倍。係即係萬一大熱倒做。嗯。咁就真係恭喜你啦，但係唔會嘅，因為80万人抽，咁好多人追唔到貨嘅，咁另外一 part 就去嘥勢嘛，所以我預佢升倍幾兩倍嘅。哦，係啊，有兩倍咁咪差唔多啦。係，但係問題就係你都係賺倍幾兩倍，但係你得一手兩手三手啊，披成度，披成一開始沽咧，係啦係啦，咁佢可以掟落嚟噶嘛，真係係嘛？我又會識貨沽嘅，即係就算。你賺錢你都不想賺盡的啲人啊，咁啊，反而就係而家就冇嘢講噶啦，暗盤買唔買啫？如果你暗盤買咧，中間都有空間嘅，咁啊，你預2-3%左右啦，即係暗盤買應該有20%左右賺啦，20%。我覺得就自己睇翻自己風險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就因為都唔關我事啊，我又冇。2000万走去抽，又不想借孖展咁樣，所以一手都冇我份噶啦。反而諗就係睇下暗盤點啦。不過而家聽 Leo 講暗盤都可能要食咗一碗先啊，睇情形啦，睇情形啦，係啦係啦係啦。好咁啊，另外咧就有人想問只598係咪中國愛運？哦，喂，佢又真係爭啲喎！你比起1919同埋只2333，你睇1919仲今日仲破頂，已經見埋20蚊啊！只598就喂好差喎，即係 compare to 成個板塊行緊，係啊，你價又冇，跟住又懟落嚟，咁啊成交都係得個500万，77亿，咁即係表現就相對嚟講即係未必咁好啦，咁啊，希望唔會跌穿啦，咁其實你見到之前都冇咩力㗎啦，即係橫行咗喺度，咁啊。向下突破嘅話，大家就要睇翻之前位，俾我其實穿50天平均線依只，我會走噶啦。OK， 成個板塊。不過你話今日都係哇，而家200几啦個市，佢3.6有貨喎，其實已經跌低咗個價，穿咗，穿咗啦，即係啱啱買嘅。哦哦，而家咁啊，你自己睇下啦。應該之前彈一彈，停咗佢走啊，輸少手續費咯。其他都行，佢唔行嘅話就你真係要係啊！你諗下1919，你2333咁樣行，雖然你話今日破咗頂回一回，起碼佢破咗啊，但係佢冇喎，即係唔關佢事。同埋我諗我冇好細緻咁樣去研究每一隻航運股，佢即係做緊係啲，有啲係做集裝箱嘅，有啲係做碼頭嘅，
係啦，咁有啲係做內河船嘅，有啲係做一啲大型國際船嘅咁樣，即係你要睇下邊一種咯嚇，咁唔係隻隻都係。即係有得升嘅，係啊，即係因為可根本佢業務上面唔關事，只不過係航運相關嘅板塊，係啦。另外就即係1299，係冇啦，我真係後悔點解嗰陣時候10几唔買熊仔啊，熊佢落去啊。係嗰陣時嘅話，應該可以睇深啲嘅。咁啊，跟住落啦，咁去到腰個位嘅話，其實啊、你即係要鬧嘅話，我諗啊。等聽日啦，今日唔使止嘅。你而家跌緊250，又唔使呢啲位，係啊，唔使依波。你買得中1299，你都係中線少少噶啦，係嘛？係啊，係啊，即係除非你買 call put 牛熊嘅啫。係啊，除非係啦，如果唔係唔使咁急嘅。係啊，睇下先，我有冇 call put 牛熊可以俾到大家1299有啊。我就唔 call， 我想繼續沽落去54465啦。呢只咧就係收回105.38嘅，即係啱啱就係呢個 range 大 range 嘅頂部位置。上次105衝唔穿，咁會唔會就係即係一個巨大嘅阻力咧？咁所以暫時嚟講呢一隻咧個即係安全咯。咁啊就11蚊距離收回，咁有7.6倍供幹嘅。咁大短身啊嚇，五月頭就到期噶啦，100:1啊呢只就友邦熊仔嚟嘅。唉，其實啲恆科都～恒科而家幾多啊？6320，你睇先。而家恒科指，哎呀，7800几啦，8000嗰陣時候真係又想紅佢嘅，不過咧好熬底啊！見到佢3690咧，咁鬼癲咧，真係唔敢搏啊！唔夠膽搏啊嘛！咁哇，個市300点咯，真係。係啊，跌咗9个。係而家做緊啊！真係好唔得。3690啊，302蚊啊，咁啊跌緊1.4%，啊真係回得好快，係咪關台山嗰個核電廠事咧？真係㗎，唔係嘛？知啊，有咩原因跌咗咁多嘅啫？睇睇先。抄下先，其實我哋一路喺度做住節目咧，冇你哋咁 update 添啊！如果大家朋友仔你咩事啊？係啊，出邊發生咩事？要幫我哋留意一下。同埋我哋有時掛住講啲股票咧，出邊有啲 news 咧跟唔到啊，係啊，話聲俾我哋知，有啲咩好異動嘅嘢。係啊，9988買得未啊？我今好好咩？升咗個圖係冇咁衰嘅，盈206蚊，咁啊，趌翻上嚟。係喎，但係都係陰足，都係咁喎，冇乜成交喎。問題係我麻麻地啊，我睇只特步好過啦，特步繼續嚇 keep 得到啊。系兩成幾，咁買唔好貨，而家好唔好買咧？裂口升咗上嚟，突11.5咯喎，已經。其實我反而覺得去到呢個位咧，牛魚喺度又唔升又唔跌咧，你而家就肯定高追噶啦。嗯。咁啊，如果有貨，我反而覺得，會唔會沽一沽先咧？因為呢個消息某程度反映咗有實力嘅投資者入嚟啫。咁啊，同埋買咗 CB， 喂 CB 唔一定換股喎，即係可能即係 looking for 等你。佢其實 CB 係有優勢嘅對購買者，因為你升我咪換咯，跟住沽你嘅賺錢。如果唔得嘅，我咪攞翻錢。係即係保障咗個買價。係啊，唔係保障1368價，同埋唔係保障1368嘅投股東啊，因為升咗上嚟。佢可以一個相對平價去賺錢喎，咁呢樣嘢大家要睇翻咯。係，喂，啱啱有單新消息喎。你話台山嗰壇嘢，咁林鄭就出咗嚟講咧，就話高度重視台山核電廠嘅報導喎，今日將會主動聯絡廣東省嘅部門嘅。係啦，咁另外咧，仲有比亞迪黃全福啊走咗出嚟講，淨係同小米洽談造車項目合作。哇！小米個個都傾喎。個個都洽談喎，係啦，傾下啫嘛，有乜問題啫？傾啫嘛，衝出嚟喎，咁啊，即刻回啦，所以親認喎，佢而家係親口承認喎，係有同。比亚迪系佢话咩喎？嗱，佢强调比亚迪同小米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因为比亚迪咧俾小米代工了大量的小米手机，咁比亚迪同小米之间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合作关系。在未来的汽车业务上咧，比亚迪咧亦都会支持小米在集团上面的发展。
咁咧就唔单止系支持嘅，咁啊愿意咧同佢咁样同小米去合作。系啦，咁样嗱，咁啊，小米三月嘅时候就已经话要正式成立一个立项啦，吓、咁又话要去咗呢一个嘅河北保定嗰度咧，又去长城汽车嗰度又研究啦，咁即系你长汽，你又同佢倾吓，比亚迪又同佢倾咁样，哇，系点咧？我唔知咁究竟佢直接系会同边啲人合作，定系真系哇佢变咗系可以同人人都可以合作咧吓？咁但系见到今日小米好似冇乜气息喎，冇啊！黄全福唔得，可能要又要雷军出嚟先至有用，可能同阿黄全福拖住手咁样出嚟一齐跑步，系啊，咁啊可能有帮助，系啦，咁样嗱，咁啊比亚迪好劲啦，咁就升到上去一个月高位224.4啦，咁就见咗支针嘅，咁但系咧就好似而家想酝酿翻出翻支羊竹啊吓，系啦十字咁样，咁睇下可唔可以keep 得到啦。系，大家睇下啦。系啦，咁啊核电厂嗰度就暂时阿林郑话系会搵打俾佢嘅，我打俾佢噶啦。系啊，快啲打，唔该，我都好惊，大佬。惊啊，咪讲笑啊。林太，咁啊有人问啊只419，咁啊睇一睇先，咁啊，啱啱今日咧最低做3.4嘅，咁啊而家彈翻啲啦，咁啊啱啱就 keep 住幾球咁掃啊，而家做緊3.65，咁啊都係冇啊，依只相對嚟講個股權或者玩緊嗰樣嘢都係以健康為主啦，咁之前都講啦，耐心啲啦，咁哇係咪過緊貨？咩嚟㗎？啱啱成交突然間有成。千幾萬，一千萬喎、啊。係啊，不過都未係，我諗今日未係嗰種嘅大家幻想嗰種爆升啊嗰啲咁嘅嘢啊。磨下先咯，等佢。冇咩其實冇咩特別。如果大家睇下 Seekers 或者公司公告都係咁噶啦。等下啦。OK， 等下先。好，咁啊，另外突破7.2以上。嚇、啊、咁！7.2揸上嚟，恭喜你咯，阿 Charles！ 俾你7.2系唔食噶咯，定走咗先啊！我明啊，即系话佢而家开始，因为好都好丰富嘅利润啊，已经7.2咁你赢成3-4蚊，我真系好恭喜你，我自己会做喎，讲真的，系咪啊？系啊，因为 CB 好似啱啱所讲嘅特性，其实系帮咗个买家啊嘛，系啊，咁啊。自己想啦，我自己就會走嘅。咁你嘅平，如果你唔係話喂，其實你唔係話啊中長線持有嘅短炒嘅啫，其實已經都幾大嘅 profit 嘅啦。如果你話高領入咗嚟之後，其實對公司有好大幫助嘅話，佢就直接攞批成啦。係，佢又唔攞 CB 啦，因為佢都 question mark。係，咁。是這樣的話，做一些這麼不肯定的投資，即是他輸極就賺得少就賺到息，賺得多就賺中間差價，即不是一種很 core 的合作，很我很信你有謝霆鋒就變了5000億市值的國際品牌公司，謝霆鋒夠不夠值，或者你的品牌價值在哪裡，他都是因為你的市值賭你可以去500億，係，佢賭市值啫嘛。攞住5億人港幣去同你賭下，咁佢自己幾千億有咩所謂啫？係係，即係好似700間間審啲，有咩所謂啊？大把錢。係。咁啊，大家諗下啦，俾我係你嘅話，最多睇埋聽日咯，或者後日啦。短期如果浪得起嘅話，你咪可以唔走住咯。如果回嘅話，你咪閃咯。系，咁样系安全少少嘅，即系你想赚尽啲嘅处理手法。嗯，同埋即系唔会死错人嘅，唔会死错人嘅，即系高领都唔会死错人。佢低能嘅话就唔系高领啦，就唔会几千亿啦，系啊，所以唔会死错人嘅真系。系啊，系啊。系。OK， 好，咁啊，有人报咗 bad news 俾你啦。咩 bad news？ 死咗啦！睇下先，玲，我唔系啊，我嗰只系592啊，592啊，我 find out 咗，嗱，今日都593.5，我想话，系，所以咧，希望做赚到啦，系，唔好咁担心，我将条线越褪越低，嗱，呢一啲系唔啱嘅，我想话，
其實我咁樣玩衍生工具係唔啱。咁其實一件唔對路啦，我640嗰支針買落嚟，其實我見到佢一穿600，我應該係要閃噶啦。不過我見到都因為我嗰槓桿太大啦，我嗰只牛仔，咁所以已經我又唔係買得多。咁樣咁都落咗嚟60%，咁我就算啦，嗰30%，咁就真係倒咯。倒係啊，咁其實就係咁樣嘅 strategy 係唔啱嘅。嗯，係。我下次又有機會揾啲輪商上嚟同我哋講下點樣倒輪。好啊，嚟緊真係揾啲專業人士啊，冇錯，教大家點玩。係啊，揀輪同埋點樣玩輪。好，咁跟住仲有9918有貨。先回答了一些會員Joy 是的麗蓮2964呼吸機其實他生意是保得住自己的那個電子煙的機之外呢其實現在多了醫療的 COVID 相關的產品就是Tesla 的對應的機一部分另外就是一個相對細型少少嘅呼吸機，咁啊，大家可以去公司嗰度睇下，咁啊知道有啦。咁啊，過去4-5月啦，都收咗6000多萬港幣嘅錢噶啦嘅單啊，其實加埋貨添噶啦已經。咁啊，依啲咁嘅時候，生意係唔會停嘅，我覺得。只不過係之前喺2毫子嗰度啦，升咗一注之後咧，慢慢回翻。咁你見到 turnover 其實真係唔多嘅，回落去依段嘅時候，咁可能就係、是、升完之後冇錯嗰啲沽啦，自然咁去到某個位咧，我覺得而家依個位咧之前我都咁講啦，毫半子左右咧係抵買嘅。我反而覺得而家依啲位咧，其實有一定直播率。點解咧？第一，佢嘅市值問題而家都係3億左右，一間公司有前景有 concept，我乜都唔計啊！啱啱嗰啲咩2個月6000萬生意，全部唔理，係淨係睇個殼價3.5億，咁而家都已經 discount 20% 俾你，咁自己諗下呢個價係咪睇先？當然啦，另外一 part 就係要炒嘅資金啦。如果資金入嘅時候，其實依咁嘅 size 又係好快好易推翻上去。咁依個疫情會唔會係因為依個核電廠漏電，變咗一啲核電漏電嘅漏輻射嘅 concept 股彈咗起嚟，勾走啲錢？有啲乜嘢 concept 股咧？核電嘅話跌多咯，好驚喎！中港核。係咯，咁啊唔知道會唔會上嘅，但係淨係講只9918咧，其實而家依啲價咧，我自己覺得反而係應該要入嘅。咁睇下啦，咁我覺得直播率高。咁有人就問1909，咁而家就做緊2.76%啊，咁升緊2%，都係好似啱啱所講啦，有個公告啊喺泰國咧，而家有進行緊依、這個。NFT 的相關業務啦，咁可以將佢嘅網上嘅，例如一啲獎賞啊，一啲武器啊，或者一啲積分咧，轉換成 cash 啊，其實就係當一個 exchange 咁，虛擬嘅貨幣佢哋嘅幣咁啊，或者佢哋嘅積分轉換做現金，有啲似其實。機譜咧，以前機譜其實都係換 token 啫嘛。你中唔中意打噶？你會唔會噶？你中唔中意打機啊？細個嘅時候，但係而家全部轉曬，全部都網上或者手機係啦，手機遊戲、手遊股、手遊咯。係啊，係啊，即係你以前哇好開心啊咩，我聽朋友講我嗰陣時係 Game Boy 啦，即係如果係手遊嘅話，跟住之後，但係最開心就係咩有任天堂啊。係啊，咁其實任天堂爭啲死啦，係都差唔多死啦，點玩啊？係啊係啊，差唔多死啦，跟住而家轉換曬咩 PS PlayStation 嗰啲咯，係咪 PS5 啦？係咯，係咁追機款啊，跟住又 Switch 啊，咁即係有唔同嘅機可以打咯。咁啊，以前就係的而且確錢可以買武器嘅，但係武器換翻錢或者私底下自己教授。NFT 的盛行是令到大家在網上做這個交易更加方便，出進更加大的 turnover。 因為最近其實聽到NFT 的成交不只是 digital 的 art， 很多 art piece 或者一些實體藝術品都可以轉成數碼化
嘅藝術品去做交收啊。咁啊，所以啊，好似啱啱所講，公告都有提到啊，1909如果嚟緊啊，喺個FT 或者相關嘅依啲咁嘅crypto 或者 token 嘅 exchange 度做得好咧，係會推去唔同嘅市場嘅。咁啊，佢開始咗依個業務咧，其實好快已經有10万人可以吸引到佢哋去使用啊。咁啊，當然啦，好似啱啱都有提到，就係佢哋講緊就係、是，會唔會嚟緊將依啲相關嘅業務咧推去一啲個匯率啊比較唔穩定嘅地方啦，咁啊睇下會唔會變做 second 嘅currency 啊，佢哋第二嘅貨幣啊，依啲咁嘅情況去利用啦。嗯，咁啊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一下啦。咁啊而家升緊3% 嘅，咁啊幾靚仔喎，係啊，對個 news 都有反應啊。咁啊睇下會唔會好似啲1919啊咁。破咗位之後咧，彈翻上去啦。係啊，嚇咁啊，就獎賞積分平台用戶真係好犀利啊，超過15万嘅。咁啊，股價咧承接住呢啲消息啦，咁啊升咗成3% 嘅。咁啊就亦都係啦，即係掂翻條10天線啦。咁啊追緊條20天線，20天線講緊咧係2.9嘅位置啊，嚇。好，咁啊就仿岩1909咧，咁啊繼續要及實噶啦，嚇。咁啊，另外咧嗱，睇翻個指數方面咧，成分股咧，喂得翻幾隻升嘅啫，係比亞迪。系啦，黃全福走咗出嚟講嘅時候，咁啊再創呢一個嘅年內係咪近期高位啦嚇，唔係年內高位，近期高位啦。咁啊接住就安踏啦，係啦，咁啊吉利啦、瑞星啦同埋信宇嘅。咁啊而家暫時跌幅最大嘅股份就係6862啊，嚇即係海底撈啊。咁啊就冇啊落地獄嘅 friend 嚟噶啦，都講咗係。咁啊另外咧就係即係信義光能咧，果然啊嚇只9.68。咁啊就好咗幾日之後咧，就回啦，又回啦。咁啊就係暫時係指數跌得最多股份嘅頭三隻啊嚇。咁係啊，排尾二啊，成個指數成分股裡面。咁同埋見到恆指都真係跌大咗啦，咁樣。咁我只700咧嘅牛仔仲未死嘅，爭1蚊。我係592收回嘅。今日最低咧700係見過593啦。咁咁啊，另外就呢一個嘅今日啲藥股都唔係好得啊，係啦。咁只藥明生物2269啦，都要回成3% 咁多啦。咁啊，241阿里健。健康都系啦，咁所以就基本上，哇！即系平保先恐怖啊，穿咗80啊，系之前个底嚟噶。你问我就如果买衍生工具，我都唔够胆掂佢。系啊，今日咁样，喂，朝头早肯定成交多过大阴烛跌落嚟大成交啦，直头系而家先讲紧10:16啫。其实我觉得佢真系有排跌啊，唔系讲笑。咁应该买。紅喎，係嘛？咁啊，揾下先，我揾下啲2318紅仔俾大家。咁啊，我 cover 其他 news 先啦。係啊，好啊。50啊，咁啊 K 文化，咁啊改名啦，而家做緊1.01，咁啊之前都係有 cover 到少少 news 啦，去同基蛋啊科技咧去代理佢哋嘅嗰個肺炎啊。嗰、那個檢測嗰個套裝啊，咁喺香港咧就獨家代理啦，咁啊銷售啦，咁啊幫我哋做依樣嘢。咁另外佢又改咗名啦，就叫做京基智慧文化。咁最主要都係 cover 一啲production 啊、marketing 啊相關嘅業務嘅。咁啊，可能 KK 文化啲人唔知道京基，係，所以公司就話好易記喎 ，KK 京基喎，而家係接落去京基智慧文化，咁啊，等你更加了解佢嘅生意做緊啲咩，或者佢係邊個嘅，咁啊，依樣嘢都緊要嘅，因為唔知嘅話，其實真係唔清楚佢後邊嘅實力係點啊，咁啊50都講咗好多次啦，咁啊而家4.7啦，而家講緊佢嘅。齊貨咧就非常之齊貨嘅啦。咁啊，當然之前好少成交咧，已經炒到上去接近差唔多1.8左右啊。咁啊，依幾日都回翻啲。咁啊，喺1蚊樓上做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因為最主要就係
去非常集中，我覺得嚟緊如果要炒嘅話，少少錢其實應該可以炒得好高。嗯 ，OK， 好，咁啊就自己要留意翻啦，550啊嚇 ，KK。好，咁啊另外咧就頭先話揾平保，應該要 put 一 put 佢啦，咁應該仲要跌嘅，穿咗即係近期嗰個底位啦。系，咁我睇只58784啊，呢个我自己私人拣嘅58784系啦，平保嘅红证，咁啊做紧咧系9.4%嘅，升紧23%啦，咁啊就收回价87元啊，咁啊就个杠杆方面有8.4倍啦，咁啊都 OK 安全啦，咁就收回价87元，咁而家都距离都成7.98元到啦，吓咁啊12月尾先至到期嘅啫，系。咁啊，另外睇下只362先，咁啊，佢就話喂362，咁啊一個就3.77毫有貨，而家應該點購？另外一個就362買咗啦，應該。咁啊回咗啲，咁啊而家做緊2.75毫啊，2.8毫，咁啊係跌緊3.5% 啦，4.5億左右嘅價。咁其實大家要睇翻啦，咁最近或者而家其實好多啱啱講過好多幾隻股票咧，都同crypto 啊有關。咁啊，362就喺黑龍江嗰度，喺一個黑河市嗰度叫喺嗰度去掘啲crypto 嘅。咁啊，電咧就唔用內地嘅，咁啊就用俄羅斯電網，平啲啊第一。另外就係內地係 cut 電啊，唔係太俾啲人去掘礦。係咁啊，都幾支持相關的行業嘅，所以佢用俄羅斯的電網咧，就解決咗嘥內地電呢個問題啦。咁、另外一 part 就係、是、比較近西伯利亞啦，嗰度真係你知道，真係凍 Q 到你死咁滯啊！所以對佢嘅掘礦嘅效率嚟講都有一定幫助。咁如果你睇翻長少少 range 咧，你見到其實佢都有3毫子四毫子嗰度嘅喺度浪嘅。咁現價如果你有嘅話咧，我覺得唔使擔心，咁上翻去個機會絕對係有嘅。咁等一等，咁但係如果你講緊3.77毫嘅話，其實我都覺得應該會有機會上翻去嘅。咁而家成交咧就150萬啦，咁另外一 part 就係佢嘅 spread 啦，咁公司都出咗公告話，嚟緊會研究下去依個美國啊，搞一隻 spread 翻嚟嘅，咁可以 raise 4000到5000錢左右。依啲咁嘅股票個爆炸力係一定有嘅，咁如果係 let's say 個 spread 成功去一追翻嚟個價，可能已經上翻去一啲比較高嘅高位度。同埋依咁嘅價差咧，你講緊跌一拍啦，但係升都係可以升得好快，因為佢一格其實就係已經五線嘅，即係講緊1-2%。咁如果資金一推嘅話，其實就可以上得比較快。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362依啲位其實我都覺得 OK 嘅。最主要都是看 range 和他們接下來的 copyration 即是 SPAD 那樣東西的概念另外之前 raise 了3000萬在三毛子的位置都不是蠢的即是不會即你投資進去別人不會被輸嘛可以想想是啊OK， 咁啊就嚇唔會空手而回嘅，應該係啦。咁啊就6908宏光照明呢只咧就配股嘅，係咁啊就折讓18%啦，配咗9600萬股啊。咁啊就呢個大 discount 嘅係啊，咁咧就2億攞2億嘅啫。港紙嚇咁啊，搞嗰啲咧個租任 LED 啊、mini 嘅 LED 啊，做有呢啲咁嘅業務嚟。我唔知啊，喂，你係科技人嚟喎，真係我真係唔係好識。LED 呢個係會做點樣做啲乜嘢嘅咧 ？LED 係美國嘅 box 啊，即係執粒嗰啲，即係做 DVD 啊，係咪嗰啲咁嘅嘢嚟嘅喎？唔係，佢做燈。燈哦 LED 燈啊 ，get 錯咗，係啊，咁佢但係咧，我就覺得 LED 呢樣嘢都唔係已經普及咗一段時間嘅啦咩？
佢而家擴大產能喎，咁樣我唔知啊。咁就因為好似又有什麼唔知戰同上市啲半導體公司又有戰略合作啦嚇，即係佢可能就係後擺落去咧嗰啲照明嘢咧擺落去啦嗰啲移動通訊啊咁樣。咁當然都會繼續係有電視、汽車啊、智能家居咁樣喎，嗯，但我唔知道做燈可以即係點樣可以係啊？點樣谷爆個市值？雖然即係我都覺得電燈係一個好偉大嘅發明，係啦。咁但係即係當即係好普及化嘅時候，即係佢個優勢同獨特性又喺邊咧？是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因為佢配咗股啦，咁就配咗之後咧就見咗支針嘅，今日高位見過7.9啊嚇，咁我覺得都係要小心嘅。小心啊，同埋大 discount 真係。係啊，同埋其實入場落去唔係好多人嘅，就係睇啲盤幾疏。兩球啊，成交到而家。係啊。所以小心啲啦，唔好啦，我麻麻地嘅，系啊，你个球场冇人踢嘅话，空溜溜咁样，我惊你到走嗰时候都走冇得走，都系得自己一个，系啊，从来都系得自己出出入入咁样，我惊冇人接你嗰手货啊，得自己一个，咁啊，睇啲医美股先，咁啊，升完都都哇，做咩事啊？只二晒啊，唔会，但系只213好劲喎，系啊，你130就争啲啦。唔係喎，130都 OK 喎。130係近日升咗14% 有。係。咁好勁啊！只130翻去之前嗰啲高位度。係啊，唔係其實佢走勢有少少似突步啊。係啊。又係咧，衝咗個頂，回咗幾支。係啊，你要沽啊，沽曬。哦，佢收購獸醫業務喎。嚇、啊嗯！玩到咁，即係除咗醫美之外，仲搞埋醫狗。醫獸即係禽獸喎，咁咧佢就係話咧，訂立咗個買賣協議嘅，有條件同意收購啦，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啦出售咧呢一特嘅業51% 嘅業務，咁總現金代價都唔係貴，6600萬啫，咁樣係啦，咁啊係提供獸醫服務嘅，咁咧就呢間嘅目標公司啦嚇 ，Co&Co， 咁就香港喺香港經營兩間動物醫院，同埋兩間動物影像中心啊嚇，咁啊有14註冊獸醫喺裡面嘅，喂不過其實我幾好喎，真係我覺得。是我覺得獸醫是很有得做，因為而家啲人唔肯生啊嘛。係。咁啊，養毛孩啦，即係養狗養貓，哇，真係好貴喎、啊！有冇養嗰啲嘢？屋企有隻貓，係啦，但係其實唔係直接我養嘅，我阿妹養嘅。咁、但係係真係水費好貴嘅，水費好大㗎、啊。我哋屋企唔夠膽，因為阿貓叫阿布仔，布仔喺度咧，我哋係唔會夠膽噴酒精㗎。是我哋要揾啲好買啲好靚，即係人畜無害嗰啲消毒劑，我哋先會噴嘅。咁、你諗下，即係因為驚佢吸到又唔舒服啊嘛。跟住每次睇醫生就1000多啊咁樣啦。啲貓糧又用啲最靚嘅貓糧啊咁樣成，咁所以其實即係唔平，唔平噶，唔平噶。即係你見而家 City 啊 ，CityU 啊，都整個獸醫學院啦、啊。係，即係有前途啊！係有前途喎、啊，真係。你問我就2138咧，其實 keep 住都做拼購啦。咁啊，依間更加特別，大家留意一下，因為買51% 啊。咁啊，點解可以咧？可以拼條數入去公司度。有。係啦，51。咁啊，你就知佢係 looking for 條數啫。咁啊，砌大個。繼續砌大市值去啦，係啦，個 size 再谷大佢。依樣嘢都喺個，我諗好多人睇得出啦，所以喺個股價度反映咗上。好聰明啊！我唔買得你多51，啊入少少嚟先，咁啊傾到靚價嘅話就使錢。咁啊係咯，我諗佢嚟緊都 keep 住做好多依啲相關收購噶啦。咁啊，如果你搏佢嚟緊又有依啲咁嘅嘢咧，等佢靜靜地回嘅時候咧，先買啦。其實佢就係俾咗位啦，係啊，其實今朝買都仲 OK， 係啊，跟住上啊嘛，係啊，佢之前點樣穿咗條10天20天線，你見佢上日出咗隻長腳，係係啦，咁啊都其實個長腳個底喺12.44。咁好快就縮翻上嚟，個收市就係12.2度。咁今朝開出嚟嘅時間咧，就係12.4啦，係啦，即係12.2、12.4，可能就係已經係最近嘅可以上車嘅機會。咁當然而家咁樣大棍升咗落嚟，
咁唔係唔可以再追嘅，可能再俾多棍你咧，睇、成交咯。嗱，因為今日而家個成交已經係上日已經係等差唔多等同咯，爭少少咋，差唔多等同上日嘅成交啦已經。但你見到其實都啲盤買盤其實疏，即係其實啲人唔係、太追啦，因為。是啊，覺得都升得比較多了，是啊，消息夾了出來了，全部買盤都是一 K 一 K 放在那裡，是啊是啊是啊，差一點差一點，不過就股價就夾不上來14元了。好，咁啊，再睇翻個市先嚇，10:29嘅時間啦。我報翻恆指先，咁樣做緊28,531，跌緊310左右啦。成交都多跌市啊，有成560億嘅成交啊。咁啊，睇下先啊，睇醫生次次都成千。係啊，講緊啲獸醫啊。獸醫好多撲街未醫，要俾咗幾千蚊先。5,000+我獸醫真係咁貴啊！我真係唔知喎。4,000㗎真係，如果做手術咧幾萬蚊，你仲要冇得 claim 保險喎、啊。哦，係嗎？係啊。我啱啱先養咗只貓，原來 bad news 嚟嘅。你啱啱養啊？咩嚟㗎？英短嚟㗎？二短啊。二短啊？係啊。哦 ，OK OK，、都好 Q 咯。係啊。貓仔 BB 嚟嘅。我5個月左右啦。係啊，都好細，都仲係好細嘅。係啊。好得意啊！好，咁啊，我哋時間差唔多啦。你起碼啲喺股票度攞多啲錢去養貓啦。係啊，冇計啦。係啊，好貴啊，而家好貴啊。咁啊，如果大家中意片，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咁啊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Instagram。咁啊，喺我哋右下角咧，你跟住又會有 QR code 嘅。咁啊，可以 scan 我哋 QR code 啦，加入我哋嘅 TG group 啦。啊，咁啊喺 group 裏邊，我哋會多啲時間同大家share 我哋嘅。看股票的看法啦，或者大家可以在裡面談到一些不同的股票，大家留意一下，我們下次明天再見，明天跟大家再見面，拜拜拜拜。